请各位委员回座啊，请各位委员回座啊。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啊，元宵节还没有过啊，还在过年的期间，过年期间不太适宜大家有争吵啊。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们请各位委员能够回座啊。好，我们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71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在进行报告事项之前，先处理108年1月17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8年1月17日星期四下午1时，地点议场3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定于2月15日星期五举行第9届第7会期第一次会议开议日，自2月15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一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周二下午5时至6时处理临时提案。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0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2月15日星期五，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当日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质询顺序依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三、本第七会期程序委员会议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1人，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2月27日星期三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主持人苏家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明、李俊毅、郑运鹏、曾明宗、江启臣、吴志扬、徐永明、周成秀霞、李红军。宣读完毕。跟各位委员报告啊，这个委员，这个过年期间哦，而且苏院长第一次到院会来哦，我们能不能大家平心静气的好好处理一下啊、哦？那么，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议？好，无异通过。108年1月17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各党团同意定于2月15日星期五举行第9届第7会期第一次会议开议日，至2月15日星期五起，每周五及次周二视为一次院会。国事论坛及临时提案依往例处理，周五上午9时至10时为国事论坛时间，周二下午5时至6时处理临时提案。质询期间，周二下午1时50分至20时30分处理临时提案。2月15日星期五，邀请行政院院长率同各部会首长列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报告后随即进行政党质询。当日质询人数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质询顺序依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之顺序
轮流交叉方式进行，有关质询期间之顺序及人数均依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三，本第七会期程序委员会依政党比率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1人，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以2月27日星期三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再更换。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六会及第15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六会及第15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2月28日，上午9时至9时20分，10时至下午1时2分，20:30至6时6分，6时10分至6时11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曾委员、民中等102人，请假委员赵委员、天林等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报告事项：第一，案先读本院第9届第六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2至第17、第19、第26案、第28至35案、第40案至87案、第89案、第90案、第92至94案、第96至210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8案不予处理。第27案、第36案至39案、第88案、第95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91案决定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211案至219案、第221案至224案为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220案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225案、第226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署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29件，乙，审查部答复部分1件；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35件。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第2至第7、第11案均决定修正通过，第8至第10案均决定较审查会报告通过，第12案、第13案均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4案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其他事项：一、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9案均不予通过，民进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已予通过。二、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并不处理临时提案已予通过。立法院第9届第六会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1月2日下午2时30分至2时34分，1月10日上午11时26分至11时56分，11时59分至下午1时10分至5时48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王委员定议点106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吉昌。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其他事项：一、108年1月2日朝野协商结论事项；二、民进党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予以通过。宣读完毕。八院会针对第六会期第15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六会期第15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16人拟具《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
第三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十六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第38条及第38条之一条为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由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7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80条之一条为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建立，请由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公民投票法》第17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由会将内政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18人拟具《住宅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由会将内政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周春敏等18人拟具《监察法》第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由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周春敏等18人拟具《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由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周春敏等28人拟具《国家人权委员会兼职权行使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由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十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重大运输事故调查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交通委员会审查。84项第十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意无意做以下决定，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十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立，请会将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84项第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意无意做以下决定，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产业创新条例增订第10条之一条文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科技部组织法第2条、第5条及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科技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修正草案，科技部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修正草案及科技部南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组织法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未通过。第十四案，行政院函请审议专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未通过。第十五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外国人投资条例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未通过。第十六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华侨回国投资条例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文化基本法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防疫施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防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外交及国防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两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二十一案，考试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二案，考试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三案，考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有意未通过。第二十四案，考试院函请审议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第12条第二项及第三项宣誓之书评估。报告及公听会会议记录仪本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您请会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与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修正草案的并案审查。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25案，本院经费稽核委员会函为本第123届经费稽核委员会任期届满，仅送工作报告，请院会改选下届委员。程序委员会意见，您请院会交朝野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院会。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二十六案，本院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各委员会政企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时间108年2月23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12时，地点如下：内政委员会红楼202会议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红楼301会议室，经济委员会红楼101会议室，财政委员会群贤楼9楼大礼堂，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群贤楼101会议室，交通委员会红楼201会议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红楼302会议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群贤楼801会议室，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召案通过。主委会有意无意通过，从27案开始。发言会第27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51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27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委员会将附审查参照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等106年度预算书案等5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第28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委员会将附审查参照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等105年度决算书案等4案，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查期限。第29案至第36案为本院内政外交及国防财政司法及法制经济委员会函，委员会将附审查相关行政命令，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及展延审查期限。第37案至第58案为本院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内政交通委员会函，委员会将附审查相关行政命令，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0条锁定审查期限。第59案至第6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刘委员、明才、蒋委员两星、张委员请陈、管委员毕林、薛委员郑荣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行刑。第66案至第70案为本院人事处函，为本院中国国民党全国部分区委员学生会自107年12月25日起辞去立法委员职务，本院黄委员韦哲、黄委员惠美及杨委员郑武自107年12月25日起辞去立法委员职务，本院第9届全国部分区及侨区国外国民选出之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童慧珊女士，已于108年1月2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到院宣誓就职。本院高委员郑鹏因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案件，不服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2审更审判决，提起上诉，经最高法院107年12月26日刑事判决上诉驳回，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定谳。本院以函请内政办理注销其立法委员民籍事宜。本院第9届立法委员缺额补选当选人，台北市第2选区区何志伟先生及台中市第5选区区沈智慧女士，已于108年2月1日星期五上午9时30分到院宣誓就职。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学务杨淑华等所定咨询之书面答复共53件，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本院邱委员志伟等向行政院提出咨询共4件，宣读完毕。好，谢谢各位委员。发言会现在进行。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我们请行政院苏院长报告。好，谢谢各位委员都有讲出心声，我想社会大众都听到了啊。那我们是不是透过总质询来询问苏院长，看大家的提出的意见，请苏院长能够表示意见。那我们现在就请苏院长报告，之后就进行总质询啊，好不好？啊，好，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好。好，谢谢。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啊！等一下的彼此之间的质询，一定可以擦出很多的火花啊！可以告诉我们的人民，现阶段的内阁要做什么事情。那委员也会善尽委员的责任。那我们现在请苏院长上台报告。好，那个维州，拜托一下维州委员。那个，我们尊重一下苏院长，那个牌子能不能把苏院长台上的牌子先取下来一下，哈，好不好？啊，维州委员，拜托一下了，哈，维州委员，啊，是的，让维州委员不要了，我们大家好来了，来哈，那个来，请苏院长。嘿嘞，赵顺伟，这个苏院长他要报告了，好，嘿啦，不要紧啦，一堆报告卖讲下来，好。那个拜托四宝伟，知道院长看到了啦，院长看到了哈，好啦，院长看到了哈，好，院长都看到了哈，好，来啊，我们给苏院长一个掌声来欢迎啊，好。